政府就講到啦，即係水務署方面都同唔同嘅業界有傾過、有見過面嘅，包括洗衣業商會嘅，係咪都有同你哋會面過啊？我有啊，有同我哋傾過嘅。有冇話主要傾啲咩咧？係咪真係會加水費或者調整水費咧？我呢、這個係主旨啦，呢、這個。嗯哼。佢主要咧就同我哋解釋就都頭先你講嘅資料咁樣啦。咁另一方面就即係都了解我哋業界。對於水嗰、那個，如果真係調整水費嘅時候，對我哋影響有幾大啦？嗯，需要即係向呢方面探討。嗯，不先講嘅，你哋表達咗啲咩意見先？有關於水費喺度。哦，我哋就同佢講過，就話如果你係即係水費咁耐冇加咧，咁即係你要加都無可厚非嘅。咁但係我哋覺得唔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咯，因為你加個各方面都比較困難啦。嗯。咁如果佢哋真係冇辦法要去加嘅，咁你就。即係都輕手啲咯，唔好咁重手啦，係咪？你唔好好似國外有啲機構咁樣，你雙位數字咁加上去咯，咁會即係影響比較大咯。